三角形就更香了。呲溜呲溜，还不行。哎，小心洗皮，两门摁你。好。这款落地多少？这款落地的话38多，嗯，不然再进啦，再进你们晚上去觉不害怕吗？你们不怕做梦吗，小伙伴们？来，下一看一下后排空间。Q L 四零多少 ？Q L 四零，哎呀，四零的话是35多，现在是。奥迪 A5 全系给大家配备的都是我们豪华的三温区空调，豪华的在选择到顶配和标配一样，都是豪华的三温区空调，它都是可以独立开关、独立调节的啊，小伙伴。然后这里都是拉丝铝的一个装置，然后一个溜背式的一个跑车，奥迪颜值体系里排第二。你怎么那么卡呢？嗯，还行，不卡。下边福利10万啊，这个是 A5 40的两驱的，它还有四驱的，也是溜背式的一个设计，看到没，也是大溜背式的一个设计。我是雾冒汗，太热了。这个云台呀，你看你俩会关灯吗？会。没，拜拜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奥迪 A5 的一个后备箱的一个空间啊，整体都是这种掀背式的一个后备箱，然后宽度和掀背式的后备箱，首先它虽然是较好的车型，它车长比较长，一般来说它的空间都是这里，虽然它很大，但是拿取东西不方便，但是这个你看掀背式的后备箱，空间又够用，拿取东西又方便，这里就像那些懒人说的，还能出去旅游的时候还能在这吃点饭，是不是？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呗，你上去。行。看，真的，比如说咱们出去玩了，在后排那个想吃点东西，在车上，对不？你看，正好可以放这儿。你看，正在好好。你看，你可以在这吃东西。这个是我发现的 ，A3L 这个展厅没有啊。QL40 豪华，我们目前价格是在35.15起价，40豪华。拜拜，嗯，我们会关。好漂亮呀！那这么漂亮呢？老飘逸了，小情绪。40豪华的话是36多 ，A440的话是27多。我这里老像蛇皮了。这个是 A 级，这是 A5，这个是我们 A5 哦。老像了啊，老像了，你想看一下不？我不想看，我老像。给我们看，我别让我一个人害怕。看见了吗？像不像？穿上吧，快穿上吧。嗯，40豪华多少钱？40豪华的话是36多。嗯。A5 34多进行起价 ，QL 这个展厅没有白展车，全是进口车，这展厅。来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大家我们充10万啊，充10万。对，现在是8.3万。我也不得劲儿，我这个我不跟你说我磨眼睛吗？我也是左眼睛。我是模糊。A4，有可以带你们看进口的 A4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奥迪 A5 整个的标配车型就给大家讲完了，34多起价。新车。新车。走走呗。他一天搁我那个群里边净发一些没有用的，我不给他拉黑都不错了。他那个老头提示被我那个啥了，被我撤销管理员了，你知道为啥吗？那天你不知道吗？他说要去看空姐，拉着直播间的兄弟们一起走，一生气我就把他关在群里了。Q540 豪华36能下来吗？裸车吗？你那个辽宁信得后台留言啊。我自己号的那个粉丝群，重新开一下啊，行，委婉一点，重新开一下，然后那个我们自己看 A8 什么，我没有转过来，我真怀疑不是你，我给你看一眼是我，
前置摄像头这个灯怎么照的这么好看呢？是不是？前置摄像头的灯给我照的我有点秃顶。我给你挡上。我明天我得，这位行不行？明天我要买点那个什么？哎，挡的哇塞不？不行，我这有个闷头，我求你了。哎，我这给我卡的，看没？走吧。那个。走。我们关了，重新开一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一下。不行，我这发际线多少有点稀疏了。那个，我们重新开一下。重新，穿牛仔裤，穿高跟鞋不能好看。